比来搭欧洲之星第二次咯，第一次也是跟他搭的呢。手好抖。传说中的 Apple Pie 必吃，我们在 wink 一下。曼谷，因为里面不能拍照，只能录这些建筑物咯。是 LB 啦，然后一个墙给大家拍照，让大家知道这里是梵谷博物馆这样。又要去听导览咯，安妮之家等入场。想要吃下第一口了吗？其实我没有看到，你看我这样，什么脸？还行吗？微罐头的感觉吗？它是腥味有点重，但是咸咸的。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好。对不对？就是腥味，然后咸咸，还可以啦。对，吃一次就好。好，跟听众说拜拜。Even though our love is over now, baby, you're still all I think about. Even though we're both so far apart, baby, you know you still got my heart.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.蠢蛋，哎，尊重蠢蛋了。
好好笑啊！